电视与您惺惺相惜。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。每一个生命体起心都具备光明与自觉，因此每一个生命体都有得到证悟的基本条件。我们应该试着认识本来具有的清净光明，我们可以躺在阳台或海边，让自己享受温和的阳光与广阔的虚空，训练自心渐渐地放大放松，并且安住实相。能将内在的贪嗔痴等烦恼都去除，就不必担心外在的水火等灾难的侵袭，以及外在远敌的伤害。当内在的三毒清净之后，我们自然能够保持一颗清净善妙的心，成为一块与外境恶事隔绝的绝缘体。保持一颗清净明澈的心，才是我们生活中待人处事的态度。当内心越是与烦恼纠缠不清时，也就越无法看清事实的真相，只会越加混浊与恶化。当妄念升起时，我们只需了知它的存在就好，不必对它施加压力，只管看住念头的生灭，一切安住自然就好。不要太爱自己，因为这样只会更增加我们的虚妄执。
颗完全净化的心，才是我们的良师益友。千万不要再物欲烦恼为诱。若越是与烦恼亲近，只会越遭受到烦恼的毒害，而长劫于轮回当中受无量苦。真正疼爱自己的人，应该时时累积功德，勤修波罗蜜，例行布施、戒杀、护生等修持。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具有意义、光明、洁净以及威德力。如此不仅能够转化我们的生命，还能充实我们的生命。每一个人的心就像广大的虚空，而这宏伟壮大的虚空充满了美妙的彩虹。保持这样广阔与喜悦的心境，时时关照缘起性空的真理，我们的心将能慢慢与佛性相应融合，乃至完全显露。当任何一样物品令人感到喜欢或讨厌时，并非物品本身具有真实的主观性，而是观看者本身的认知投射在其物品上而已。我们要转变成以众生为中心，才能放下我执，看见真实。对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好坏观感，都只是我们心的造作或投射而已。事情本身可以复杂，当然也可以简单，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认知与心态。
当皈依三宝之后，身边就有36位护法神日夜守护，让我们昼夜六时都能平安吉祥。我们可以将这36位护法神抄录或影印下来，随身佩戴，作为护身之用。只要经常忆念三宝，将会得到三宝以及护法神的加持，生活也会相当顺利。一颗清净的心才是我们的导师与明灯。累积资粮最好的方法，就是遵修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。即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忏悔业障，随喜功德，勤转法轮，请佛住持，常随佛学，恒顺众生，普皆回向。我们要会利用物质，而不是成为物质的奴隶。普贤菩萨象征着菩萨大行，遵修普贤菩萨十大愿行，是一条通往无上菩提的成佛大道。虽然色身会生病、衰老、死亡，可是如果我们能为佛教教育、为正法的推广尽心尽力，那么就算哪一天真的都老了、病了，心还是依然年轻，因为我们的一生是最有意义生命。老实念佛是生命中最大的保障，诸佛菩萨是众生的良友、医王、明灯与导师。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、
与不如意的事情，只要能够老实念佛，将心安住于佛法的修持上，都将能轻松自在地接受与化解。行为主宰命运，我们是自己生命的主宰，是自己生命的工程师，是自己外表的雕刻师，是自己命运的主人。一切都是由我们所造的善业、恶业自作自受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要尽量维护善心，修持善业，不断累积善法种子，来改变我们的人生命运。如何让心无所挂碍呢？就是受持清净的戒律，欢喜的依教奉行，并时时依持善法省察身心。若能时常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依戒依善而行，我们自然能问心无愧。而以善业的力量，也能使我们感得无量的功德与善果，使心常开阔，喜悦常随。什么是直直身心呢？直就是指清净，直就是指无缠取，无虚伪。佛法的学习必须达到内心深处，就是本来原具的佛心。如果学习佛法没有直直身心，就无法达到内心的深处。Thank you.
法语节目，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：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：中华印经协会。华严专中学院研究所暨推广部招生中，凡有兴趣学习华严的正信者，欢迎报名。报名申请入学资格：一、大学部正修生，高中以上正信佛教徒；二、研究所正修生，大专含同等学历或佛学院高级部毕业者，台籍、外籍学生及大陆法师兼收，现女众，50岁以下，正信佛教徒；三、选修生、旁听生，大学研究所在校生及一般社会大众，男女兼收。报名方式，请至学院官网下载报名表，请务必注明姓名、地址、电话，并以 Word 及 PDF 档案格式寄至 email 信箱 email huayenco.lleg@huayen.org.tw 或电洽教务处02-2341-4760 02-2341-4760，推广部02-2321-3319 02-2321-3319，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区暨南路2段44号。愤怒上师马鹏赤然灌顶，自在金刚紫马护法消灾度亡法会，主法上师尊贵的白玉秋竹法王，日期10月7日星期六12点半大众报道，时间14点到15点半，自在金刚紫马拉大护法替身攘解消灾度亡法会，16点到17点半愤怒上师马鹏赤然灌顶法会，法会地点莲潭国际会馆4楼大礼堂，高雄市左营区崇德路801号，主办单位乌金喜院，洽询电话林师兄0977-059-5690977-059-569。初堂，从色出时，当愿众生深入佛智，永出三界。刹那不生羡慕心，日夜与相
二十一生处理心，二十一生处理心。倘若于此处理心，唯一菩提心摄持，不证菩提乐因故，智者当方菩提心。思维蒙略思不出，难当耶娑尽俗缚，宽于我知修处理菩提心，亦不能断三有根，故当清正缘起方，故当清正缘起方。水间轮涅一切法，永无起或止因果，灭除一切所缘境，此人踏上佛西道，此人踏上佛西道。是分别各执着，无起缘起之显现，远离所需之空心，而是为证佛名。一旦无有论凡事，修永久之佛果。